Interlaced.这拍照好好看，有点像太妹的意思了。现在，我每次路过这个火，都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应该是真的火吧。每次来这儿都很疑问，就是对，这是一个终点，还挺多老外的。吃月饼耶！妈呀，这月饼好早呀，今天才8月5号。今日份 OOTD。Yes， 本来想穿个高跟鞋，但是觉得高跟鞋有点艳俗，所以就穿了一双小白鞋。嗯，越来越像太妹了。又来了。今天没有夕阳。萨瓦迪卡。今天没有夕阳呢。天灰灰的。现在已经亮灯了，然后现在夜景挺好看的，然后大家都在拍照。幸好我们来的稍微的有点早，然后还有位置坐，然后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位置坐了。可以吧，曼谷的夜景。哇，它真的是一个火盆耶！哎呦喂，来这么多次，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近距离去看。